大家好，这期视频我想再谈一下兰花浇水的问题，因为昨天发布了一个关于浇水的视频后，有很多朋友在私信我，浇那么频繁，兰花不会腐苗吗？还有就是问我，也是河北的，可以按照你浇水的频率和时间进行浇水吗？朋友们都在说兰花浇水难，其实只要咱了解了兰花的习性，也就不那么难了。兰花是喜润不喜湿的植物，水大了是肯定会对兰花造成伤害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关于浇水多长时间一次这个问题，我是真的回答不了，因为要根据你自己的环境、自己的植料配比、植料的粗细、环境的通风情况等来决定的。浇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周期来决定的，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别人的方法和周期对自己的兰花进行浇水。比如我自己的兰花环境相同，但是植料不同，我在浇水上都是不同对待的。在漫长的养兰历史中，浇水始终是困扰养兰者的一大问题。如今采用结构蓬松保韧性强的植料，浇水后大部分水都从植料的空隙漏走，且植料能较长时间保持湿润状态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浇水难度。但是这个问题还没彻底解决，烂根或空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，浇水依然一项不可轻视的作业。从上盆开始，植料中的水在重复着吸满至蒸发至再吸满再蒸发的过程，与此同时，植料中的气也在重复着水进我退、水退我进的博弈。浇水时间节点的早晚会显著改变水气博弈双方的状况。兰花浇水的最佳时期就要在植料刚从润进入干这一时期，或者说偏干时期，这一时期浇水。总的来看，可使植料润的时间达到最长，而植料处于过湿或过干状态的时间最短，最大程度地满足兰花生长对水与气的双需求，最有利于兰花生长。道理容易明白，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可不太容易，难就难在判断什么时候植料刚从湿进入干的状态，因为盆中植料干湿状况无法直接观察到。兰花植料水分的蒸发速度与所采用的植料、兰盆质地与大小，以及环境条件、气湿、空气湿度、通风等有关，因此兰花到底多少天浇一次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只能根据自己所采用的植料、兰盆大小和质地以及天气条件等来综合判断，来采用保水性差的颗粒植料、瓦盆或盆较小、夏季环境风大等情况下浇水次数都要多些，反之浇水次数就要少些。除此以外，浇水时还要兼顾兰花不同生长期对水分的需求不同。在春夏之际，兰花处于生长旺盛期，需水量较大，植料应稍偏湿些。在冬季，兰花生长处于休眠期，需水量较小，植料应稍偏干些。兰花浇水用的水，用不受污染的雨水、自来水、河水、山泉水都可以。绝大多数地区城市养兰可直接用自来水浇，用不着像许多书上说的必须置放一两天再浇。一些水质较差或添加较多水质处理物质的地区，水先放一两天再浇有好处。清代屈金策说，流水胜止水，清水胜浊水，心急水胜止老水，颇有道理。具体浇水的时间，笔者认为以早晨七到九时为好，冬季还可以再迟些，待水温稍高些再浇更好。早晨浇水后马上进入白天较高的气温，水分蒸发较快，有利于缩短植料处于湿的状态的时间，而较快进入润的状态。最忌冬季傍晚浇水，晚上植料湿漉漉的，气温又低，兰株代谢活动缓慢，容易烂根。至于浇水方法，家庭养兰用洒水壶等浇均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阳台养兰，不少人一见盆底流水就停止浇水，怕浇多了影响下层住户或影响环境卫生。其实兰花浇水最重要的是要多浇一会儿，如植料太干，最好多浇一两次，这样一则可充分浇透，让植料多吸水；二则可冲去盆中晦气，包括一些病菌。清代杜小坊《一兰四说》也说过，一次浇大水时不可骤倾，需从盆面轻轻匀浇，逐渐苗下，令上半盆湿透，隔半时再浇，如是数次，
则全盆受水矣。为避免浇水太多而影响下层住房，可将蓝盆放在塑料桶内或洗衣池中浇，浇后再放回原位。此外，非露天养蓝，每隔一两个月最好进盆次，冬季除外。因为长期用壶浇，有时会因一两次太迟浇水而使植料过干，之后浇水植料不容易再吸足水分，进盆时注意避免病害传播。如果怕进盆病害互相传播，可以采用多次喷淋和长时间喷淋来达到浇透的效果。好了，这次我想大家应该明白如何掌握浇水的频率了。本来我想拍一段浇水的视频，可是不凑巧蓝盆不缺水，所以拍了拍蓝牙。关注我不迷路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艾兰说微子，欢迎观看本视频，也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分享我的兰花小讲堂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再见。